Go, go, go.
谢壮士救命大恩，壮士，请你救救我们！这批强盗勾结了陆知县的公子，胡作非为，先抢走了我的女儿，又逼着我要钱，壮士。 想必您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官魁，官大爷。官魁，酒保。 快点！哎，来来来，酒来了。来，我请你喝酒啊！谢谢。真正的高手啊，恐怕你都没有见过呢。那个叫神刀客官魁的，他随便这么一下子，一个很壮的大汉呢、啊，就会轻飘飘的上楼顶。更绝的是。 十几个人拿着刀，围起来干他，一下子就全给他杀了。我们陆公子啊，听说正准备。
小子住在哪儿？ 刀客光魁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
你干什么？把他交给我。 想引你露面和我比个高下，已经很久了。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到。韦刚，不要逼人太甚。你为了引我露面，不惜冒我的名，杀人作案，你居心何在？哼，天下两雄绝不并立，我鬼见守韦刚，一定要跟你。 神刀客官魁比剑，看谁才是武林第一高手。 壮士为何争执？老头，少管闲事。老朽不是管闲事，我看二位对阵已久，又不分高下，所以，住嘴！啊！这位壮士，请息怒。你们还要拼，我也管不着。不过你们再分不出高下。 听我一个建议，听你的。哎，哼，老头，你说说看。老朽看你们有心要分个高低，我希望你们留在龙虎潭，一方面可以修心养性，一方面琢磨功力。明年今天，嘿嘿嘿，你们在这儿再决斗。 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。他呢？那么，这位壮士的意思呢？嗯，<笑>那么老朽先走一步。老头儿，我好像。 在哪儿见过你？哈哈哈哈哈！老朽是个村夫，在这个荒野住了十来年了。壮士，你恐怕认错人了。爷爷。哎。
怎么这么晚？饭都凉了。哎，刚才那边有两个吃饱饭没事坐的男人在比剑，我把他们劝开了。爷爷，您真好。回去吧。嗯。爷爷。哎。他们俩为什么要比剑呢？嘿嘿嘿嘿，骗笑的。 爷爷，您今儿钓的鱼好大。爷爷，火小一点。哦哦好。爷爷。啊。那两个比剑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？ 哦，就在我们龙虎潭两边住下了。他们没有走。哎，他们还要比剑呢。不过，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。比剑不是会流血吗？ Thank you.
谁？我是关奎。那位白发老丈是你爷爷？嗯。哎，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？没事，来找你爷爷聊聊。哎，哎，你是不是那个要比剑的人呢？比剑啊，小镇，我又钓了两条大鱼了。爷爷，他们是不是有很深的仇？嗯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拼命呢？哎，爷爷，那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吗？小镇，你年纪还小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来说得明白的。跟那个人比剑，当然了，比剑会流血，会死的，死也得要比，有他就没有我，看谁是天下第一剑。做了天下第一剑又怎么样呢？杀人、做官、发财。废话，雕谁的像？一个人。
一定要跟那个人比剑。他逼我。我爷爷以前说过，两个男人在决斗比剑，就像两只斗鸡在打架一样。斗鸡？爷爷以前养了两只斗鸡，结果都斗死了。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就是不太懂事。谁说我是小女孩不懂事？我已经十七岁了。小镇，怎么了？我不喜欢他们。他们？他们欺负你了？反正我讨厌。他们把这弄得好乱。爷爷，您干嘛笑我？难道您喜欢他们？哦，爷爷没说过喜欢他们呢。那您为什么让他们住在这儿？小詹，
想不到在深山里边还有这么漂亮的妞啊。大哥，这个妞我要了。我们先把三弟的仇报了再说。嗯。带着他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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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，爷爷。快放了他。嗯，这不是姓关的小子吧？许你保护不了他。讲话不要拐弯抹角，有种咱们现在就来比个高低。怎么了？原来神刀客关魁只是徒具虚名。姓关的，听说你死了老婆丢了女儿之后就很少露上两手，想不到人越老胆子越小，现在你简直像只耗子。干什么？你少废话，我跟他的事你管不着。我偏要管。关大哥拔刀相助，你不但不谢他，反而要欺负他，你这样对吗？住嘴！姓关的，你真的没有种。
小珍。爷爷，我刚刚碰到一批强盗。哦。幸好关大哥救了我。啊，把你吓坏了。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大声喊你？啊。你为什么不敢来救我？哎，你知道爷爷不会武功。那你不疼我？小珍，爷爷就你这么一个孙女儿，怎么会不疼你呢？明天我们去谢谢关大哥啊。关大哥，没关系。这雕像好美，他是谁呀？我的女儿。你女儿？那她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？小镇，你要不要听一段故事？嗯，说啊。从前有一个玩剑的人，他一心一意想成为武林剑王。后来他的功力虽然达到了这个境界，可是这个玩剑的人却想获得那把太极剑。他晓得有了太极剑才能真正所向无敌。但他有没有得到那把太极剑？他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找到那把太极剑。有一天玩剑的人他倦了，他看到的是妻子死了，女儿也不知去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个玩剑的人就一直浪迹江湖，他想找回自己的女儿，同时对那把剑还不肯死心。一晃十几年了，他所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和痛苦的失望。关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。不过你先答应我不要生气。好，我不生气。关大哥，为什么那个玩剑的人现在还要决斗啊？
你些问题好不好？嗯。你爷爷的名字是不是叫程一森？我们是姓程，可是他的名字不叫程一森。你爷爷是不是有一把这么长的剑？剑鞘是用蛇皮做的。爷爷只晓得钓鱼，他怎么会跟你们一样去玩剑呢？要是爷爷也玩剑，那我就不喜欢他了。那么你家阁楼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我就很难回答了，那上面我从来也没去过。他说那阁楼里面只有一些令他回忆、令他活得更有意义的东西。关大哥，你老问我爷爷的事做什么？放下武器，跟我去投案。你犯了罪啊！捕头，我关奎已经两年多不开杀戒了。杀陆公子的案子是别人冒我的名字干的，我不管谁干的，县太爷向我要人，我得要销案，只好麻烦你了。对不起，这回我可不想去。你不想去也得去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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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我要出面，你回去向县太爷回话，案子是我鬼剑手韦刚做的，一年后我自己会到衙门投案。听见了？啊，好，滚开。谁让你插手的？别忘了我们一年之约。小珍，你爷爷呢？他又钓鱼去了。觉得我爷爷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。真漂亮。
楼没有楼梯，你爷爷他怎么上去呢？我不知道。你还是要找那把太极剑，在武林中称王。其实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你要走？嗯，找我女儿去，告诉你爷爷我走了。在这里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要走，总该打个招呼。谁告诉你我要走？孝真的爷爷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难道你忘了我们一年之约？慢着，今天我非跟你拼个高下，看谁才是天下第一剑。姓关的，你有没有种？再不拔刀，可别怪我不留情。韦刚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必再争了。天下第一剑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持有太极剑的程逸森。哼哼，少唬我。十年前，程逸森早就在绝命谷，死在绝命四雄的手里。你错了，程逸森并没有死在绝命四雄的手里，那把太极剑还在他的手上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你还是不能离开龙虎潭。我赢了你以后，再去找程逸森要那把太极剑。大哥走了，我知道，不过大概又回来了。怎么会呢？他说他要去找他女儿的。爷爷，您的衣服准备好了。哦，放在那儿，你去休息吧。
爷爷，您从来没出过门，怎么会有人约您呢？那是十年前约好的。十年前约好的？明儿一早出去，下午就会回来，你可别乱跑啊。别忘了叫醒我，我要送您。小珍，你到后面看看，我好像听见什么声音了。钓鱼啊，没事儿，溜溜。爷爷，啊，我回去了。等一等，她真是你的孙女儿？怎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？她当然是我的孙女了。那她爹呢？这孩子命苦，三岁的时候，那个没有出息的爹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娘呢？就在他爹出走的第二年，也撒手西归了。我想问你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他跟你一样，也姓程，叫程一森。不知道。你当然不是程一森了。想当年，程一森手上一把太极剑，纵横江湖二十年。他的生命里，除了剑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没有妻子、儿女，更没有孙女儿。爷爷，慢着，你听说过太极剑没有？今儿个怎么开起玩笑来了？老朽只知道钓鱼，哪儿懂得什么太极剑呢？这么一个糟老头子，姓程的，
你竟然没有忘了我们十年之约。老大，他身边是不是太极剑呢？要夺剑就在今朝，交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配合好，不然我们就白练了十年的金刚阵。程医生，你什么时候拐了个小妞喊你爷爷来了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
原来程义森就是你。哎。Thank you.
这把剑，连爷爷都骗我。把剑还给我。把剑还给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付一个小女孩呢？我只是要剑，并没有对她怎么样。住口！好，咱们现在就比个高低，看谁拿这把太极剑。不许在这动手！爷爷刚死，你们就动脑筋在他的剑上。不要把你爷爷看得那么神圣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当初你爷爷为什么要劝我们不要打，骗我们留下来住在这儿等上一年，告诉你，完全是为了你手上那把太极剑。他明明知道绝命四兄要来找他算账，夺走太极剑，我们呢正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当他的免费保镖。你给我滚！姓关的，我不怕你溜走，反正程义森已经死了，一年之约可以改期，咱们不妨提早决一胜负，赢的人拿太极剑。这把太极剑现在对我们已经不是最重要的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明天一早我们在龙虎坛上见。想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些我不要了。昨天我把它扔在火里，刚刚我发现没被烧掉，我又把它捡回来了。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小珍，当初这串珍珠是你爹从南海采回来的，亲手穿起来送给你妈做纪念的，你怎么能不珍惜它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爷爷告诉我的。你明天还要去跟他比剑？我想我不会输。